原标题公开恋情坐等他们的恋情，公开韩网民如柳俊烈惠利同款撇关系方法 XD 天空之城，其实就是一部千万年薪家庭如何将小孩送进名校的黑色系幽默故事，全程高能讽刺，既压抑又动容，浮夸残忍又真实，观看全程除了扎心就是扎心。但其实拍摄现场确实其乐融融，前不久剧组公开了剧中少年演员们的半年落影揭幕后花絮，没想到不少观众竟从中闻到了暧昧的味道，不知道该剧结束后会不会爆出一对剧组 CP。 相关落影是众人齐聚在车明鹤、金秉哲饰的家中，迎接车家大女儿势力朴佑娜。是从美国返回韩国的内容，最让人在意的就是拍摄空档。车家双胞胎弟弟基俊赵炳辉氏和金惠娜金宝罗氏之间的粉红气息，众人走上台阶准备上楼，赵炳辉和金宝罗一前一后，前者看到后者脚下不稳，准备牵住他的手，但金宝罗发现了摄影机，于是故作无视的撇开了对方的手，告诉他没关系。这才反应过来的赵炳辉才发现有镜头在拍，淡定的挽起了袖子，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，被不少观众解读为柳俊烈惠利是撇清关系，柳俊烈和惠利因拍摄请回答1988而结缘，剧中虽然未能走到一起，但戏外成为了一对时，两人参加 TVN 10周年颁奖礼时，柳俊烈和惠利一同上台，当时柳俊烈下意识地牵住了惠利的手，因为恋情尚未曝光，惠利火速撇开对方，挽住了他的胳膊，免责声明文字及图片来源于网络，仅供学习交流使用，不具有任何商业用途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以作处理。